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印海荣。文房四宝就是我们熟悉的笔墨纸砚，其中呢，毛笔不仅是古时候人们的书写工具，还是文人敏捷才思的物质载体。文人的笔啊，就像是武者的刀，笔和人密不可分，相互成就，所以笔在文人的心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古往今来，关于笔的传奇故事也有很多。今天呢，我们就通过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作品来了解一下五色笔的传说。县中恼隐席，唐·李商隐。晚醉题诗赠物华，罢吟还醉望归家。若无将士五色笔，争奈何阳一线花。刚才为大家朗读的这首《县中恼隐席》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作品。我们都知道李商隐作诗呢非常喜欢用点，在这首诗里啊也不例外。他在诗里写道：傍晚的时候，我喝醉了酒，便为县中美好的事物提了一首诗。我吟完了诗，醉意还没有散去，甚至忘了回家。如果没有江郎五色笔的才华，怎么能够描摹出县中美丽的景色呢？诗的前两句白描叙事，后两句用点抒情。我们先来看这“河阳一线花”，说的是西晋的潘岳，也就是那位出了名的美男子潘安。他曾经担任过河阳县令，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省孟州市。他在任上时啊很有作为，并且呢在县里遍种桃李，在当时被传为美谈。后来人们就用河阳一线花来比喻地方之美，或者赞美地方官善于治理。而这江氏五色笔说的则是南北朝时有名的才子江淹的故事。相传有一天，江淹漫步到郊外，留宿在一座山上，睡梦中有一位神人送给他一支闪着五彩的神笔。从此啊，江淹便文思泉涌，成了一代文章魁首。当时的人呢，把这件事称为江淹梦笔。不过江淹的故事没有就此结束，据说他在晚年的时候才情减退，写出的诗文里再也没有什么佳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南朝的钟嵘在《诗品》里是这样记载的，说江淹被免去宣城太守的职务以后呢，在回家的途中留宿野亭，晚上梦到了一个美男子，自称是晋代郭璞。他对江淹说：我有一支五色笔放在你这里很多年了，现在是时候还给我了。江淹就从怀里拿出那支五色神笔还给了他。从此以后啊，才子江淹竟然文思全无，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了。世人都说这就是江郎才尽。江淹因为江淹梦笔和江郎才尽的传说而被人们牢记，同时呢，它也使五色笔的典故深入人心。试问天下的文人墨客，谁不想拥有一支这样的神笔呢？能够才思敏捷，妙笔生花，正是文人们孜孜以求的梦想。他们的理想、抱负、文思、情怀都要靠毛笔书写出来，而我们的灿烂文明也正是靠着这文房四宝才得以延续千年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说起梦笔生花的故事，大家可能更容易想到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。传说李白年少的时候梦见笔头生花，从此便才华横溢，闻名天下了。
而在李白的众多名篇中，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曾被许多画家当作绘画题材。清代画家吕焕成也创作过一幅《春夜宴桃李园图》，描绘了李白和兄弟们在桃李盛开的春夜欢聚宴饮的盛况。让我们来由远及近地欣赏一下。远处的山峰，画家以墨线勾勒，再用淡石青和赭石填色，只在山头稍加点台。稍近一点的山岩陡峭挺拔，树木的枝叶从石间延伸了出来。山下的桃花和李花开得烂漫，桃花红艳，李花雪白，相互映衬。顺着桃李花林向下，便来到一处庭院，院中奇石林立，落英缤纷，仆人正端着餐具走进门来。门前的石桌旁有两位文士相对而坐，左边的这位文士提笔御书，右边的那位呢，则期待着他的大作。在庭院右边的长桌上，文士们正围坐饮酒，谈笑风生，他们有的回身添酒，有的举杯痛饮，有的若有所思。还有一位绿衣文士手捧书卷，吸引着身旁友人的目光。茂密的林木遮挡着长桌和围栏，画面两侧的太湖石玲珑剔透，形态各异。最下方还有一位侍从正提着灯笼为迟来的文人带路，也不知画中的哪一位才是潇洒的诗仙。此时月色皎洁，灯火明亮，半花醉饮的情致让李白生发出浪漫的哲思。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，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。天地广大，光阴易逝，人生短暂，欢乐能有多少呢？李白那俯仰古今的广阔胸襟，让无数人为之动容。吕焕成的这幅画设色古雅，笔法工致，人物造型准确生动，表现出了文人独有的高雅洒脱，将这场春夜欢宴描绘得热烈而真实。其实历史上梦笔的故事版本有很多，主人公也不止一位，那究竟谁才是故事的源头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故事里都凝结着中国古代文人对于才华横溢的向往，他们渴望用这支梦中神笔来探究天地奥妙，抒发古今情怀。